所以，我今天讲这个阿底峡尊者教授啊，对吧？就是他一辈子的精髓，我讲过几十次了。但是各位要变成你的精髓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对阿底峡最大的供养。阿底峡早就成佛了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显现，就像我们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显现在中国、嗯、啊。那这每一尊佛都会不断的硬化显现。 然后呢，他要传的就是当符合当时代的，也符合当时候人类的想法，而且古时候人比较可以复杂，现在人要简单一点了啊。那所以各位你要，那你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你进来。哦，讲到空性，那我为什么没有空性？那我要很认真的去思维空性。所以我们来利用各位今天啊，地藏王菩萨本愿的加持。 也希望我们的祖先众生一听闻佛法就超度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思维佛法、实践佛法就不可思议。所以有弟子问阿底侠尊者，在一切道法中，什么是最殊胜的法？哇，太好了！最殊胜的，尊者答道：一正悟无我之意的人，即是最殊胜的智者。佛教讲里面，你不做智者，那就是无名者，无名就是痛苦。 无名就是有强烈我执，有我执就有烦恼、贪嗔痴，就会造业，就会不断轮回受苦。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两个相，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苦相，一个就是无苦相。简单来说，一个是光明，一个是黑暗。所以阿底峡尊者他的名字也叫燃灯智啊，所以。 他就像光明的智慧一样，他显现在认真，人间就是要把这个光明来消除黑暗的。那什么是黑暗？无明。无明就是无明的根源就是我执。啊，那有我执人就是笨蛋，就是、这样愚痴者，啊，被骗的人。所以，那人人不了解自己的生命，生命对他来讲真的是惩罚黑暗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会得癌症呢？ 我为什么一百五十公分长不高了？<laughs> 啊，我为什么我为什么？那这些你要去了解佛法，你就会了解了。所以正悟悟正就是你已经，比如说五楼，你已经你已经踏在五楼了，而且买下来叫正，你已经正到那个阶段了。这个法属于你的叫正悟了，对不对？释迦牟尼佛的法，你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，叫正悟了。 所以各位要证悟无我，那我们要证悟无我，我们要从观察无我开始，了解观察，呃、啊，那你要去分析嘛？分析万法都是无我的，为什么？都是一互相依靠，是无常的，啊、呃，因缘合合的，所以叫无我的，所以跟这里面根本没有我，也没有这个身体，也是一个因缘合合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所以。 这个身体也好，想法这里面都不是有有我存在的，啊，它只是一个和合的现象，不是永恒的。那这样你就超越了，不但超越，不但没痛苦，还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佛教在追求智慧，有殊胜的智慧，就是一个超越自我的人。所以今天你穿得很漂亮，还是你故意弄得很丑，很有钱，你喜欢凸显你的个性的时候。 在人家看就知这个比较肤浅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学佛就要学佛的样子。那我们学佛的人表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希望对方透过我带念珠，透过我讲话，透过我走路，就像各位看出家人，我们穿这一套，就让你觉得说我在修行了、啊，希望你也学我，会念佛啊，哎、不要骄傲啊，家差呀、啊。 慈悲呀、啊，微笑啊，呃，所以我常跟我们师傅说：“哎，在路上不要骂人，回去才骂，因为你这个脸不能骂人呢、啊。你只要在路上，别人怎么骂你，你还说哦，阿弥陀佛，随缘随缘，随喜随性，因为你你穿这个衣服，你就没有资格骂，你穿这个衣服就不能瞪人啊。所以，我们战胜是哦，那吃亏喽。” 啊，那女生找你麻烦，我们推她一下，说你性侵犯，我说你才知道，啊，那没办法嘛，啊，因为我们穿这套衣服嘛，那你要符合这套衣服的规矩嘛，啊，那穿这套衣服就是无我，我们只有表法嘛，法就是慈悲与智慧嘛，啊，这就是一种戒，戒就是什么？你虽然做不到，但是从行为上控制叫戒。 再来呢，从内心里面控制叫定。然后呢，不用控制的，你的心跟法生命合在叫慧，叫戒定慧。但是我们必须从戒开始做，啊，就像树先弯起来，对不对？绑起来，那、啊、叫戒。然后久了以后，它弯不回去叫定。然后长出来就那个样子嘛。万法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道德、专心啊、呃，一切自在，熟了。 对不对？把你丢到河里面像鱼一样，哎，因为你已经任运自在了。那这样你很快乐。所以我想佛法的重点在证悟无我。那没有我就没有我所，你就不会说哦，占有它，拥有它。所以各位现在有家庭，你们要学习无我的生活。你不要觉得老公是我的，老婆是我管的，儿子是我生的。那你有一个强烈主宰的时候，对你就很痛苦。 我执，这个执着会让你放不下，很苦。妙是我的，啊，那什么叫法执？我我认为这个想法才对，别的想法不对。啊，我认为只有这个法门对你，你不能执着自己，也不能执着外在的一切，包括佛法，包括哪一本书，啊，想法。 呃，佛陀所讲的每一个方法，都是对峙各种众生的烦恼的，啊，而不是说你不能把这个套到那边去，啊，所以那你要配合当时的状况。所以，我讲佛教的根本思想就是无我空性，但是无我空性不离开有的存在，从有的存在去分析它。念家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 不增不减，所以一切存在，肉体、感情、思想、行为，你都要去分析，啊，正确的分析了解一切的存在，都是一个刹那刹那存在，啊，都是因缘合合的，那互相影响了、啊，所以没办法不被影响，也没办法单独存在，所以这个无常无我，还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几个字你要背，那你要把无常苦空无我拿来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看到你老婆，哎呦，无常苦空无我也；<laughs> 看到自己，哦，这个身体苦了，无常苦空无我也。啊，没有一样是快乐了。你现在还想说去谈恋爱，这个是无常苦空无我也。<laughs> 你还想要抓住什么？啊，一份爱情，一份关心，一个地位，那你就是没有体悟。 没有看到真相，被蒙蔽了，被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想般若正确的了知，一切，呃都是幻化的。所以，一切的本体没有变化了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啊，并不是说你是你是穷人你就没有佛性，你是有钱才有佛性。所有众生都具足，啊，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。 所以，念一下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真正的快乐是即灭为乐。简单的说，内心的极境才是生命的快乐。不起心动念了，叫无生法忍。那就是说，你对这个生生灭灭的变化的，不会起心动念呢，因为它只是一个一场生跟灭的暂时的游戏。这个花会死，请问这个会不会死？ 通通会的，那花会死，你不掉眼泪；那这个死你怎么掉眼泪？啊，因为你执着啊。花会烂掉你，你不会掉眼泪。哎呦，我得癌症不行啊！啊，我得癌症不行啊！这个身体连老和尚都会得癌症哦，这是每个人的业报啊。在家人搞不好一辈子不得癌症，大有人在啊。因为每个人的业报也不是光这辈子，对不对？ 人有过去式吗？无量劫的嘛，所以这个业报我们欢喜接受，它只是一个存在，业报痛跟快乐，那也只是一个感受。那你能够一直这样想，那你就不觉得是不是我在痛？那只是一个感受。那那各位要养成习惯。所以讲到这个就有一点深，但是这个我这样讲比较故意弄浅一点，就是说你要从生活里面去体悟空性。 体悟空性，不见得是在家出家，是你要你要山河大地的本体都都是看清楚叫禅，走路叫走路禅看花叫看花禅，看电视叫电视禅，玩手机也是禅，对不对？你给它解开看看，你里面那个影像在哪里？啊，那个影像不是说，是是是是些电脑的里面的这东西的组合，对不对？组合一个影像。 让你看到佛像，让你看到某一件事情，你你不能光光光看，你要去思维。每一件东西被你摸到了，你都要思维它的体相用本体形象，你用这个要干嘛的？那你就不会被他迷了。啊，那什么东西是对，什么东西错，什么东西会伤害你，那你就不要接近。啊，厌断一切恶，厌修一切善。 所以断恶修善，自尽其意，啊，那佛就教那我每一件事情断恶修善，自尽其意，不是光我在修行，对花、对人、对事、对家庭，我都要符合这句话：断恶修善，自尽其意，超越一切。所以这一句话再念一遍，然后每个人体悟不一样。下回一个人讲十分钟，让你的经验让别人，这个才叫佛法。在佛陀的时代是这样子的，啊。 不然天天我在那边讲讲到一次，师傅看手表，下课了、啊。<laughs> 对不起，我才讲第一条，还没讲到第二条。<laughs> 第一条跳不过去了，你讲到天亮也跳不过去了，啊，除非你真得无我了，那我就可以跳过去了，啊。但是虽然跳不过去也要讲，你不能放弃。所以各位要追求空性好不好？从从生活里面去体悟无我。 我们刚出家，师傅就叫我们学这个啊，扫地、扫水沟，啊，洗碗筷，这个叫修无我，这样，啊，你就是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要做到超越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啊，我出家呢，读佛学院呢，啊，怎么要扫水沟呢？ 因为这样，你就可以把这个“我”消除掉，“我”消除掉，大家看佛经就没有分别，才不会害佛教。啊，那师父要模拟啊，你要有善知识才行啊，不然你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，啊，每个人用自己的想法在解释《阿弥陀经》，了解吗？听出来通通不一样。<laughs> 啊，所以下面现在问我说：“哎，师父，哪一个道场，呃、啊，净土中的比较好？” 我说这样好了，你干脆去保碑。你去保碑说这个道场的住持会不会往生净土？会你就去那边念，那没错，因为他已经抓到了。而且会不会上品往生？给我保等。的，殊那龙宝给起，离家哉。不见得是净土道场呵呵，师父会往生净土的啊。呃、当然，首先你要相信你这个保碑准不准，对不对？你相不相信他？ 那你相信他了，或是你有占卜，因为既然提倡念佛，自己都不往生净土，那还提倡什么？啊，那他的方法就有问题。所以我想，念佛为什么能够往生净土？因为他体悟无我，有这个厌离心，对不对？世间不是我的，肉体不是我的，世间是苦的。他体悟无常无我，那念佛也是有，要有空性才可以的。 那你才能够上品往生，你还有我，那你就下品中品，因为慢慢的在莲花里面静除这个烦恼业障，你才能够花开见佛，正得无我，无我就没有分别了，正得无生法忍，啊！第二，最殊胜的持戒，即是心相续调柔，什么意思呢？你骂我，我也不会生气；你勾引我，我也不会起心动念。 啊，我我已经能够控制我的心，叫戒律，啊，不会被境界影响，所以这才是最殊胜的持戒，啊，所以修菩萨道不能生气，修菩萨道不能贪欲，修菩萨道不能想要伤害众生，修菩萨道不能懒惰，那那你要做到，那所以最殊胜的持戒。 哦，阿提峡尊者他的体悟，内心里面调柔了，控制的很好，也可以这么说了，啊，调服了，温柔了，接相续。什么叫相续？相续就不间断，静念相续，不间断，不间断在这种英文叫 under control，控制的很好了，所以已经能够像阿莫罗果一样，呃，你怎么捏它就变怎么样了，这就是最好的持戒。第三，最殊胜的功德呢？ 我刚刚跟各位提过了，即使具有劳逸之心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各位今天来台中，我刚,刚讲了，我能够为整个台中做什么？我为这栋大楼做什么？我能够为现前的道场做什么？我能够为现场的人们做什么？你要一直想，我要让诸佛欢喜，哎，我要让众生快乐。你要随时有这个思想。简单的说，你要有一点鸡婆，你要这样嘛。 你千万不要五官好像看起来不动的样子，啊！有时候我很喜欢看狗狗看到它主人的时候啊，这个从鼻子摇到嘴巴，对对它要表达主人我欢迎你，啊，那个眼神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他看到我们的，嗯，我、嗯、差那么多，啊，所以我就说我要有我要去养一只狗。 管他看到小偷也会哈，他也摇尾巴那一种的。只要看到人，他就欢喜。有一种狗还厉害，看到出家人就摇尾巴，看到在家人就……哦、那叫那适合住在寺庙嘛？嗯、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佛教教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地方，哦，这朵花我要给它洒洒水，让它长得更漂亮。哦，有麻雀哇，赶快把米拿出来。 啊，有人需要钱哦，我给他帮忙。经过餐厅，哦、嗯、啊，比老洪、嗯、跟张三忙说哈，希望他们杀掉了超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我到五方讲堂，都会经过那什么什么刺什么，魔龙排泄供，对不对？哎哟，那个烤的日日的嘛的那些可怜的牛啊，所以来地藏法会功德，回向所有被屠杀牛类众生。 啊，牛肉的痛苦啊！啊，愿所有人们想到牛肉，就想到妈妈。人也要帮忙啊！愿老板赶快赚别的钱。啊，你要一直替他们想，从老板想到资源，想到客户，想到那些牛，你要到帮助他。所以我到那边窗户打开，抓一把米念着老板一撒，哇，我都快落来了，<laughs> 对不对？好在没撒出去。 啊，好在红灯，赶快再放旁边、啊。我曾经把它扫了一年的，啊！但是我抓这把米，我把所有功德，呼呼都在里面了、啊。啊，希望那些牛众生超度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很苦啊。但是所以一定要习惯，而不是说我对牛才有兴趣，我对人没有兴趣。你经过哪一个店，哪一个形象，哪一个友情，我都要至少会这样念来嗡、嗯、啊哄。 对，我把自己身口意所有功德供养你，啊，啊，然后再给他念阿弥陀佛愿你也发起一个圆满的菩提心，脱离轮回，啊，念阿弥陀佛也可以，啊，念畜生也可以，不念畜生也可以，因为问题是这个心态，所以每一部公车开过去了，哦，愿他平平安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一个念头啊，你的念头会越来越。 越频繁，而且会越来越维系，所以你的脑筋会开发很好。比如说，进来这里面有一百个灯，希望每一个灯都灯泡都好的，看见吗？啊，每一个我、哦、后面有五方佛佛像，愿每一尊佛加持我们，愿每一个护持的都能够满愿。那你要一直这样思维。各位，佛在想什么？知不知道？那你要想啊，佛在想什么？ 你能够知道佛在想什么，你就知道众生在想什么，因为佛都在想众生。佛就是纯粹有利他的圆满的心态。啊，哦，关羽在想什么？维托菩萨在想什么？明然大师在想什么？排位在想什么？消灾排位在想什么？那我能够对他做什么？那你要养成习惯。啊，最殊胜的功德，那你呼吸都在做功德了，具有。 我想要帮助别人，所以各位生生世世投胎做什么，都是要来帮助众生的，好不好？不伤害任何生命，好不好？宁可伤害自己，也不因为我的存在而伤害到一个生命，哪是口业也不要，一个不好的眼神也不好。啊，不想乱丢一个纸屑，不想浪费一滴水，因为只要。 我们向各位去住饭店，他就给你贴一个地球，请保护地球，少浪费水。你看到那个就好吧，赶快关掉对吧？啊，毛巾啊，多用两次，不要每次都换啊、哦。那我就自己洗吧，干脆我以后自己带毛巾，因为他要你重环保啊。那我想这是一种提醒，那我们看到那个提醒，你就注意啊，不想要伤害，还要谢谢对方。 所以各位呢，不管谁，你都要帮他忙。妈妈、爸爸、先生、太太、儿女、公司、老板、职员，走到路边，我就是想要帮他忙，啊、呃！所以各位走到路边，嗡啊哄，你好吗？要真讲，不是讲假话。愿你很好，现在好，未来好，就近解脱，要有这样的心态。第四，最殊胜的教研，即是经常观察自心。 一切经典在你的心里面，了解你的心，你才了解佛法。你的心没有负面的，就充满了正面的。所有的经典都是佛的佛心、菩提心、自信所流露出来，我们把它变成语言，这样而已了。所以，你了解你自己，你才可以了解众生，你才可以了解佛陀在想什么。啊，我们的内心里面什么都有。 那现在你要很了解，啊，了解把负面的消除掉，调伏自心，把正面的开发出来。所以能关心者就近解脱，能够观察你的内心的状态的一定解脱。不能关心者就近沉沦，还永远在生死痛苦。所以各位要多思维苦，请问生命苦不苦？轮回苦不苦？苦苦你怎么还在家呢？ 哈哈哈哈哈！<laughs> 啊，你要有这个惭愧心。哎呀，我没办法出家，但是我很精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还要执着我家，不执着不是放弃。我留在家里是为了度我太太、度我先生、度我爸爸妈妈、度我儿女，了解吗？我要尽我的力量，他们要爱情，这是感情，这是个方便，我利用，我对他很好，我就是希望他学佛。 我要感动他，啊，那你要时时刻刻啊，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啊，所以观察自己对或错，有没有离开空性？所以贪嗔痴是三毒，佛法身是三宝。什么是佛法身？来，菩提心、空性、大悲心，这个是佛法身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以三心这样子的圆满的心态来对治三毒。 那我们就会修十善业，我们就可以脱离轮回。那你要随时，那你的起心动念，哦，虽然你是学佛，像各位今天晚上你回家了，你要表现好一点。我代表地藏菩萨，不要让我老婆念我，不要让我老公看不起我，因为我是地藏王菩萨，我在这边坐了一天了呢，从头念到尾的《地藏经》呢，那我要向地藏菩萨。 表现出来的行为，给人家的感觉，我这一点也必须要强调，因为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归长呵呵。我常常讲这句话，就是老调而已，老了还难处理，老油条啊，因为个性不改啊，那你会令人讨厌呐、啊。但是你要很认真。 啊、呃！我师父说了，读经典像开刀一样。各位有没有开过刀啊？麻醉就是消我执，完全给你换一个这样。我读完《地藏经》，过去的我没有了，我完全变成地藏王菩萨的身口意功德，做地藏王菩萨的事业。那读经典是镜子，镜子用这个镜子转化自己。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不一样。 我老实说，像我现在这边讲话，我早就忘了我是谁，这讲嘛，因为我就极力的、极力的，这变成我的习惯了，啊，因为希望把它表达好，希望大家一起这样，对我有帮助。那个时候，所以我我的习惯，再大的身体的痛苦啊，一讲佛法，一念经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我永远，所以我不休息了，啊，因为永远找事做。 因为你要是离开佛法，痛苦就来了。记住这句话哦。啊，一个修行人在哪里都可以修，蹲在路边也可以修，打入地狱也可以修。因为，你唯有佛法是你可以依依靠的，其他的都是希望的苦的。啊，你不想要去抓住什么东西，所以。 掌握你的心，掌握世界，掌握你的生命，随时调伏你的内心，而不是说我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你要换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跑来跑去，那边碗柜也安了，那边碗柜也不，你那么碗建啊？那是因为你执着啊。所以各位，身体也不是你的，达摩祖师被身体被换过了，白白帅帅的变矮矮黑黑的，他这样才会开悟。 今天晚上就让你变一个又矮又黑的，你就不用在那边化妆了，省得麻烦。但是因为有一点条件，哦，我哥，要不来狗狗哎？有一点条件，人就是有一点条件你就会骄傲，就会满足，哎、嗯。所以各位，你要看破自己哦，看破自己，而且让每天让自己扮演不一样的角色，不能让自己习惯性扮演那个角色。 所以平常你最不喜欢做了，你要去扮演看看，啊，去扫扫水沟，啊，穿个破一点点的，拿着菜拿，给菜齐啊，别踩。<laughs> 你要你要去做那些你不做的，你已经很喜欢了，那没问题了，你做那些去扮演那些，啊。再来第五，最殊胜的对峙力，即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那都是都是虚幻的，那你有什么好抓住的？ 所以各位，对峙就是要对峙烦恼。烦恼就是因为我想要抓住它，我想要排斥它。那一切法都是空无自信，那你有什么好抓住的、排斥的？那都是虚幻的。那那你哪一个点你修行？就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脚很酸，那你就不要考虑了，你就考虑你的脚，脚为什么会酸？这个酸只是一个一个刹那刹那，一个一个因缘合合的感觉。那这个酸。 也是无自信，然后你就超越。从这个酸，你也可以开悟。哦，今天在大座看到一个鬼鬼鬼鬼的本体是不是佛性？你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变阿弥陀佛了。啊，因为这个鬼也是你的心魔所显现出来，为是，为心所现。那你的心转了，鬼就变佛了。你不需要把那个鬼赶走。所以讲到空性啊，必须用这种方法转化。 啊，转化转化这些境界，所以我们超度为什么要给他念心经转化？呃，那你我们那边哦，现在是在极乐世界，他如果一转化，他就超度了啊、呃。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，不需要去排斥他，也不需要去怕他，那你就超越了。所以，就近解决身体痛苦最好的方法。 不是世间的药，是空性，有没有道理？那就没有问题了，怕什么？所以你每天去找长寿不死药，你还不如去找空性快一点啊！因为它是就近的啊，超越一切的方法。那如果你有空性，被身体被切成一段一段也不会怕，那没什么。那如果你没有空性，怕的要死啊！那所以，虽然我们。 谈空性却没有正的空性，那至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吧。不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希望每一天能够正入空性啊、嗯。第六，最殊胜的行为，即是与世俗人相违。大家忙的往外求，满足欲望；我们忙的对峙自己。大家。